桃花青。我记得有，我知道了，我那个烂出状况，所以跑掉了。你要再重加，再一个调一个浓的，一个就上礼拜二一点的烂出状况，全部不见了。来，这个比较浓一点，浓的底下木吗？对，加木花青加木。迟到一分钟罚一块。这个水哈，你看都偏向这边，所以要曲折让它绕进去。进去，云雾啊，
这边的山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再来的这边的山要高，低下来。嗯。不要都同一边一直下来，这边到时候这边太重。嗯。画云都是一样的啊，照三个步骤来。都是上轻下重啊。现在是干净的水，
现在再来就搭配的就是一些小石头，主要是让岸边哈多一些变化。石头要有大有小，那其他地方的那个树啊，就等颜色染好的时候再补啊。那需要补的地方，比如说像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再加个树，点叶子啦啊。嗯。像这种地方也需要啊。好，来开始，我们开始染墨，先调淡墨啊，先调淡墨。这个树丛也是一样。啊，上轻下重，擦染，来，结果要叠叠，因为纸不平，皱皱的。我们干笔画出的地方，也是用干笔来擦染，啊，就是说你怎么画就怎么笔法去染它，这样才能够协调。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新观念啊，跟传统化是不一样的。来，这个三十都也是一样，先染最暗的地方啊，染也要有笔法啊，记得染也要有笔法。万一你皴擦不足的时候，也可以靠染来修饰。
第一道染最暗的地方，再来我们再调淡的墨。调淡的墨，你可以把这个笔啊沾水，在旁边稍微调一下就好，就比这个浅了。啊，再来就擦染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擦染次暗的地方。白的地方还是要留出来哦，你染色才能够凸显出来，才有夹叶的效果。啊，染跟画一样的，啊，一边染一边补第一次画的皴擦的不足，啊。画是一直修饰到越完美。来，第三道是干净的水。有些笔触不是很调和的地方，用干净的水稍微啊擦洗一下，啊，这个在棉纸才有洗开的作用，在宣纸是没有，那是为第四道做准备，啊，先染你要记得，啊，要分四道来，你如果照这四道来染的话，你就可以染得非常的完整。亮的地方还是要留出来，你染色颜色才会凸显出来啊。除了说你这张不染色以外，如果只是墨色，墨色就要再加重了啊。如果要染色的话，该白的地方还是要留亮，否则的话你染出的颜色啊就不容易凸显出色调出来。忘记关啦，啊，六有一分多钟没有，会消失一分多钟啊。弄错了，不是弄错，忘记关。我也知道，不过还好啦，这都是重复的，类似的。这样来现场上课的比较，吃香哈，都没有漏掉，没有喝啦，吃香比较吃香哦，还是要上课，上课比较懂。哎，对，这个录下来给他们听。对呀，啊，像清景泽那一张，你知道我画多几张，画十张，越画画不出来，再画没有看到，我。对不对，我没来上课啊，我在大陆啊。他偷跑去玩啦，对。偷跑去玩，没有报备，不知道你要去玩。早知道你要去玩，就慢一点话。没有，老师会因为这样请假。真的啊，好感动哦。配合老师，老师去玩你就去玩，老师在上课你就在上课，这个有道理。怎么？那你老师早就规划好。我已经很乖了呢，我平均每年都去美国住三个月。我为了画画我不去。
我告诉女儿说，你不要找我去，你回来。你是去那边带孙子啊？没有，他们。克罗埃西亚，没有带，去过了，十六湖，好漂亮。现在在寻找目标。这个这一块，这个地方要暗，这个要亮，它才会前后，这个空间才会出来，才水才会转过去。嗯。穿山而过哈、哦。没有穿。穿石。前后穿石。下面就有那个。这个感在视觉上就有空间感。对。嗯、闪过去了、啊，弯过去了、啊。第二道啊，再来第二道。第三。这个调花青的地方，我们也可以调一点花青，啊，一样的色调起来。干净的水也是一样。这个水嘛，我看。啊，下次再来了啦。下次啊。对呀。我觉得是下次要加重。嗯。你要凭感觉，然后希望的墨色要重一点，或者地方要让它更对比更强烈一点。这个学画就是要提升自己的美感，啊，就像你以前在外面看一棵树，搞不好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。嗯。现在可能会仔细看一下。哎，对呀，看一下，哎，就感觉它姿态很美啊，或者是它的啊感觉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。尤其是枯树。嗯。回家看老公说越看越帅，嗯。
有吗？啊，没有吗？老师很掰。啊，对，你就懂得欣赏啊，更懂得欣赏。你就是感觉他玉树临风，是不是？你当然回家这样讲啊，你老公就会更鼓励你画画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你很有会支持。就把抽烟的钱省下来给你画画。哦，没有那么好，照抽啦。我画画真的是修心养性了啊。嗯。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书画哈，真的是可以延年益寿。啊，你们会慢慢体会这个用笔啊，用笔啊，整个的用笔、啊、其实跟练气功一样，跟气功的道理一样啊。你们有打太极拳嘛？对不对？嗯、有人打太极拳嘛？太极拳那个笔画，外行人看起来好像不出力的样子，但事实上也要有劲，也要出力呢。内劲，对呀、啊，这跟这个书画一样的，啊，你看前面这些修饰垢又不一样啊，嗯，对，你觉得在画面里面哪个地方啊，感觉上啊比较不协调的地方啊，都可以再把它修饰一下，或者哪个地方需要加重啊，当然这要顾到整体感。我们现在上课画的画都是比较有条理一点的，嗯，啊，以后会，我慢慢来，以后会越来越写意的，越写意就比较张华，就比较难，啊，难看得出来，但是这些都是要这些的基础。希望慢慢你能够到创作的地步，创稿，就是自己构图啊，自己创稿。